감사합니다. 오, 감사합니다.
啊，大家会当来参访。其实，咱的九年七祖呢，同款会当来到的这个佛堂，甲咱做伙受佛光的普照，受真理的启发。佮另外一点，也就是讲，有咱的业障，伊同款的啊，会当来到这个佛堂来感受了的这个道理。那当然，伫咱的业障，伊会当来到佛堂感受的这个道理。予伊会当面面了解了后，那伊会离开着咱，哦，因为伊知影阮可解不可解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咱来参拜有足济个好处，希望咱各位浅显大德呢，哦，啊，伫咱111年的时阵，咱也到道中呢有所有的办会活动，期待。就是咱大家拢会当来参与，安尼刚好。唔是咱家己来尔，一个带一个就好啦，刚好。因为伫咱去年呢，啊，会使讲啊，互我家己看。伫咱的体育班，当然去年啊，拄啊好到5月份了，哦，敢那着停班到11月份呢，才去开始。哦，啊，这个当中呢，就。那当然呢，伊互我家己看，也会使讲，有当时啊，伫班的内底，佮差无偌济，即经佛堂的就坐定了对啦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咱各位浅显大德，哦，伫这个差无偌济坐定的当中，希望讲伫今年，咱会当补迄个不足，甲即经拢想办法来甲坐哦，感恩。嗯。哦，所以讲呢，就是干那咱来，希望呢，到咱的公修大殿呢，因有得到修道的，咱爱家己烧念手，家己鼓励，啊，因为伫咱的参观，绝对不是干部人才的参会尔。咱各位浅显大德，咱嘛袂去讲，咱就是志工老师的徒儿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呢。咱一定爱帮忙咱志工老师，哦，来办理着全部一局，讲给大家，资金拢是相像，哦。那么也借着咱啊，会当鼓励德亲来参拜的因缘，来累积了这些的功德。各位姐妹，咱共感恩，是，哦。所以呢，啊，或是加期待的，那是讲伫咱。啊，这个111年3月份天明班的开始，啊，大家咧啊会当讲，咱这间佛堂坐好，满，甚至可以坐下来，安尼较好。啊，但是唔免烦恼，这间佛堂会春游啦，唔免惊讲坐下来，安怎坐就坐下来，啊，未来试看卖也较好。那当然咧，伫天明班当中咧，啊，他到咱会向人咧留任咧。啊，伊有讲到咱个青少年班，伫青少年班呢，啊，伊呾拄好讲，啊，对各种以上甲高中，咱各位浅显，有咱个祖母，有咱个孙仔，有咱个厝边隔壁亲戚五族朋友60，那如果有即个年轻一代个，希望咱会当借着即个机会来鼓励，尤其是少年人。都有这个啊，这啥物事？叛逆，这个叛，哎呀，叛逆，哦，这个叛逆，哦啊，所以讲个，咱就当借这个机会，来引导，互伊来到这个佛堂，受到真理的启发，哦，嘛对伊有真大的帮忙。所以讲个，这个所在，希望咱各位亲善。哦，咱今仔会积极，哦，有青少年班，哦，啊，有体会班，佮甚至有学徒啊，啊，囡仔咧表演的这个特训班，哦，这个特训班咧，那咱的边啊，厝边隔壁同款，有诶，拢尽量来鼓励，互因会当咧啊来多参与，哦，啊，互贤奋咧会当来加人加智慧。哦，甚至乎身份呢，会当去给因较大个这个扶持，所以讲起来呢，
这拢总是咱大家爱共同来努力甲打拼。各位前辈，敢是安尼？嗯。哦，所以各位前辈大家，其实咱要成功了愿的机会就办济，是看咱每个有。哦，伫咱讲有班，哦，啊，我着看到。哦，家己招伊来入班，安尼咱就会当建立功德嘛。哦，啊，所以讲个啊，咱爱学佛，学佛了解出菩萨的伊的慈悲。哦，因为我兄弟姊妹，咱各位前天，咱来到这个道中，感受到这个道理了后，咱心情有改变，敢有？有无？哦，啊，所以讲个。咱爱伫这个有感受的当中呢，咱一定爱感觉讲这是一个好。那么这个好，免它改延伸，哦，免它改延伸，哦，会当咱讲好康的斗小报，会当我咱的兄弟姊妹呢，啊，会当叫咱烧香，来到佛堂受佛公的普照，受真理的启发，哦，予伊的慧命，未来会当真正回归倒转去到弥勒净土。因为咱一世世人会当进入这个道中修行学道，不是像咱过去哦，过去呢，当作是咧求宝地。其实，咱是为了着咱的慧命，哦，咱的自性，伫百岁以后离开着这个身躯之后，要安怎回归倒转去到着咱灵性的故家中？这个是非常的重要，因为。咱会当倒转去归位，咱有能带这个凡尘呢，啊，受了着这个风尘，哦，啊，这个苦海呢，而且呢，啊，醉生梦死，而且受着多少的这个艰苦。所以讲呢，啊，咱各位先生，咱一定爱会当真正哦来把握，有这个啊健康的身体，有这个可贵的时间。咱拢会当好好家己运用，安尼敢好？好、哦。所以讲呢，啊，咱各位前贤大德，咱唔忙袂认真，吼、哦，咱伫即世人呢，啊，有得到这个道，吼、哦，咱爱好好，吼、哦，大家会当共同扶持，啊，让这个道路呢，啊，更加方便，啊，亲像咱福建人他古个呢，当然呢，啊来，啊。感恩着咱的前辈者，哦，啊，感恩着咱的公修，哦，那当然伫咱台湾啊来推动着这个道路，哦，甚至咱的前辈者呢出国去开封签到，啊，也是讲是非常的辛苦，啊，亲像咱福建人，伫三十通回的时阵，哦，啊，伊就来领兵去到泰国开封，伫迄个时阵呢。其实讲起来，有可能是咱无法同去感受着离乡背井，而且伫去的时阵是完全压力有道理，拄拄好伫咧开发的时阵是相当的辛苦，哦，相当的辛苦。那么这份啊慈悲的心是对对啦，不过嘛就是合佛，哦，但为众生利益苦，不为自己利益苦。那么咱今仔日呢？啊，大家当得到修道，嘛有咱的因果义书，哦，有咱的前辈者传播呢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咱要珍惜着这份的情分，哦，啊，会当来增进着家己意志外，嘛希望咱爱真正会当大方度的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啊，咱的前辈者呢，因的辛苦，不是为着自己，是为了着啊兄弟姊妹。都多好在这个啊天道普渡的当中呢，会当来得到。啊，咱今日去呢，南修道学的，只是讲起，咱去到对处也拢受伤，拢是劝人行善做好个。哦，啊，你劝人行善做好，为什么土地公会过来求道？为什么神公诶，地神公大神会过来求道？因为因是欺骗神。伊享受到几百年的庄严，伊阁爱来投胎转世。那么呢，天道的应允会当予咱必受灵枢一指，哦，未来呢会当真正往生弥勒净土，
会当真正来了发了着这个生死，唔免搁来遮啊受着了啊这个风尘呢啊的这个感染，而且呢啊轮回不息。哦啊，所以讲呢，咱来珍惜，既然伊的应分都有时间的限制，所以咱来珍惜，会当互咱成功了发的机会。哦啊，家己要求家己，家己勉强家己。要安怎伫生活的内底来取舍着这个时间，这非常的啊，非常的这个重要。啊，那个啊，咱会当看的，伫这个社会上有足济有钱的、有名的，相对拢已经来离开着这个世间。但是伊曾经带走了个什么物件吗？其实是任何物件拢无带走，伊会当带两种的物件。一种的是罪，一种的就是业。哦，啊，所以讲的呢，啊，咱一定爱会晓要突破了着这个功德，因为为了功德，才会当予咱往生净土，才会当予咱离苦得乐。所以讲呢，各位亲切，哦，有咱的诸菩萨，哦，伊示现予咱看，过去往佛众生呢，为什么伊要？舍掉这种的荣华富贵，甘愿去修菩提，哦，所以讲呢，这大家咱去家己体悟的，哦，所以讲呢，咱拜神明、上应礼佛，咱爱去了解了着的意义，以及诸佛菩萨，都是希望咱呢，会当去爆发了着伊的行为，哦，倒出去度化众生，为了着自己的慧根，哦，而去拍算。不是为了咱在世的目的，哦，啊，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呢，啊，抱歉嘛，啊，不甲咱耽误啦吼，啊，因为大家都已经听出这个道理，哦，啊，希望咱大家拢再接再厉，不断的在鼓励，哦，啊，哥，哦，然后或许今晚就去想着吼，咱大家呢拢会有途径，啊，像他多的途径，希望咱各位浅显。咱的道之宗旨，理应大同天，迄拢无偌济。哦，啊，咱大家呢，拢会当来会，因每年拢来参加刚好。哦。即吼，今仔日的名单拢留落来吼，迄个每年这个时阵爱来找这个人哦。啊，所以讲吼，咱长期爱会去会哦。哦，除非因为为着道路，你替我用带动遐个姊妹，唯有为家己做主。感谢安尼。嗯，啊，真的啊，非常的欢喜，非常的感谢。哦啊，或许伫这个啊新年后年尾的时阵呢，啊，真心会祝福给咱各一家人大吉，大家呢啊会当合家平安，哦啊大家会当啊这个健康啊万事如意，啊，咱的道路会方便，安尼刚好。哦。感谢两位师的前到鞠躬。